老板兄弟们，因为国骂老铁的一句要求和强烈建议哈，咱今天再点破一个海葵。我这个妈嘞，兄弟啊，你别抖哈，坚持一下，马上就拍完了。这天气也太冷了啊！进老铁，请给老铁个双击，喜欢大海的加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这天 ，Hello， 老铁们啊，我在这个地方已经蹲了9:31了，就为拍到这个八爪鱼进洞的视频给老铁们看一下。如果你喜欢看八爪鱼进洞，给我个双击。咱家老铁啊，私信给我说，你整天拍八爪鱼进洞的视频，能不能拍一个八爪鱼出洞的视频给我看一下？如果你能拍得到，我就带领全村的小伙伴给你双击，祝你上热门。那个小伙伴还在吗？快点，快点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快快快快，扔剪刀，我给它弄下来。哈喽朋友们，这几天鸡蛋呛蟹挺火的，我就从家里面偷了一只鸡蛋出来，而这只鸡蛋就来之不易了，是自家鸡下的蛋，说给孩子吃比较有营养。大家看到了千万不要给我双击，我怕上热门以后被我老婆看见打死我。